正艰苦，创作光明的前途。这位姑娘长得跟郭思玉还真是像啊！免客气。好，阿你若要等下，大家都要去洗脸哦，莫搁再保卫生，知无？来啊！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哇，这乖。妈妈你啊，爱洗脸哦，老婆。你妈妈给你做了嘛？对啦，朋友哎，啊，阿你哪会这样子？无啦，我吼已经吼真久吼拢无做生意啊。我甲你讲，我遐钱吼是去来自北京迄大口袋送过来。大口袋？嗯。刚才你说有一个北京来的大口袋给了你很多钱，有这么好的人呐？当然有啊，迄人吼，就是你啊，吼。公主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二两偷了你的钱？好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和冷亮的靠背做了好朋友，我希望他能够带我去游台湾，我给他一些钱当做花费用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我吼就是要去游台湾啦，我才去啊。冷亮。这位姑娘，不帮我介绍一下？哦，哎呀，哦对吼，做袂记哩，哎，阿珠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啊，就是为北京来吼，高帅哥，高公主，啊，隔壁一位啊，就叫做李勇，李大哥啦，高公主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啊，就是啊，阮台南府城上水的老师，叫做金明珠，啊，金姑娘。我刚才在外头听见金姑娘在上课的时候，的确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你说的印象深刻，是不是说我不像老师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在我们京城教书的，不是什么秀才啦，就是什么这个老学究，很少有女孩子家教书的，的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明珠啊，我今日跟回去来要迎娶你，你那要不要换新娘纱啦？杨公主，我并无答应要跟你成亲啊。这是三天前我来向你求婚，你讲你老爹身体不好，定要求伊的同意，你并未拒绝我。明珠，唉，在去年的中秋，我看到你了，你的形影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。我就知影，你也是我这世人，我杨天明上喜欢的人。杨公子，你误会我的意思。我感觉前天我来这的当面，完全是对你拒绝我这样的意思。拒绝？你拒绝我杨天明？是啊，你拒绝我，竟然有人敢拒绝我杨天明？就来来来，别别，哈哈，经过了。阮公主是地府代理杨廷烈的高后生哦，你竟然高才也好意，那你是敬酒唔食要食罚酒，无想要我死？哎，我两面吼，甲侬妈听过讲，江边啊，江边啊，江青啊，从来侬妈听过讲，什么叫江川？你啊，刚一天回京来尔，我要江川你路，你那个偷，你是老干？哎，对了，你。我唔管你讲啥，我今仔日若要娶你做阮娘家，做阮娘家的媳，我是会唔管的呢。走，叫我来坐飞机，啊！站住！你干嘛？你是啥物人？竟然敢讲杨天林的代志？我是高世国，从北京来的。莫怪，莫怪你会唔把我杨天林，莫怪你伫这里跟我插手。你是七鬼不安在死我，就给我抓起来！是是。
我们回家去闭门思过。如果再如此欺压善良的话，小心处罚坐牢。你给我回去，我绝对来帮你耍。 八道是参拜啊，凊彩画画尔，你哪会看阿久？阿良，你不是漂泊界的名人吗？怎么连话都不懂得怎么欣赏？啊，瞧瞧，空山富富，托烟鸟，流水落花满红船，浊酒高斟残雨罢，淡然相对国是非。哈哈哈，一百度娘，好，这尼啊侪话通讲。你以为唔怕就点点，唔通安尼胡白讲？ 晚辈高世伯冒昧来访，还请老伯恕罪。老夫今有点是得生在做，看国光做如此风流倜傥，如果捌死死认为确实难得，请请。老伯，我刚才看了你这幅山水画，心里极受感动。好啊。 莫搁阿妈咧感动啊啦！你即马已经得罪台湾府上大官的囝咧哈，搁有这个新情，担这个看大公司故，你毋着赶紧来脚底抹油，通啊酸。二良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我又没有犯罪，我为什么要溜呢？嗯，哦，讲到你这个戆大呆吼，我若搁甲你做伙啊，明仔载办了你袂去啦。哎，少年的啊，你拍这知府大人因囝，就已经是犯罪啊呢哈？ 我平常时啊，我两年话啊，你去尻川头小啊骂两句啊，就去互掠去腿掠去弄掠去拍啊咧哈！啊，你即马甲这个普龙公的哈，两个甲做一捆头，甲拍到这尔凄惨，你想敢有可能无派大队人马来掠？嗯，高公子，你挺身相助，我非常感激。不过二两说的对，杨天林他从未受过这种侮辱，我想他一定会派兵来抓你。你们两个还是赶快找个地方躲一躲吧。那你呢？这是我的家。 我甲杨天虎要素面子的，相信伊就是咱为因后生，也袂为难阮努力呀。不，我没有看到你们安全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这主，你真是胆大鬼，你强抓民都不行，现在又要我乡派兵和你去抓人蒙罪，你当初台湾府是无王法所在心。阿爹啊！ 你就是王法啦！皇叔，为父只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地主，顶面犹阁复兴孙武做道，顶顶面犹阁万岁啊！以及太祖殿下，你竟然敢讲为父就是王法，这岂不是要置老夫于不仁不义之地？回大人的话。 公主这把小姐，你要大步骤，内无派官兵去了，后半夜半边路，就唔惊你官府官路呀！住口！天林，你今仔日受到这款侮辱，完全是你家己做的害，你应该好好反省。杨素雅，是。 你是天林的黑幕老师，你今仔变到安尼骄狂自大，你得负最大的责任。大人啊，小弟弟在讲，养子不教，随之过。卡说咱林离，哪有啥物所在做唔对？嘛是你这个做阿爹的人管教无严，迄才是我这做阿娘的人驾驶了唔对。你哪会负这责任，煞予丁书雅咧？夫人，你若犯错，就该当爱骂爱还。 绝对袂用去听信。是啊，林离做唔到代志，是应该爱处罚。林离，开了。开了。开就开嘛。你阿爹有讲过啊，你做唔到代志，就是爱处罚。我即马就回来罚你。倒来遮，你拖个怎个？哎呀，怎么拖个怎个？父老，天林这是因为你这种不明所以啊，你啊。 所以今仔日才变到这个份上。你安尼讲，就是我唔对咯。好，我问玲玲，我到底也做唔对。玲玲，来，你甲阿娘讲，你到底到底也做唔对。阿娘，海丽的新妇，到即马拢无替咱杨家生下一男半女，海丽为着要传咱杨家香烟，
所以你才想要娶民女金明珠，想袂到顶落去予人欺负。阿娘，你爱替孩子做主啦。大人，你有听去吼？咱的新妇无替咱娘家生下一男半女，恁以为着有好，要传宗接代，敢讲伊安尼做唔对心？你爱咱娘家绝后心？要娶妻，也应该光明正大，哪会用强迫人做伊的妻？这是违法犯纪的代志，你知唔？哎呦，大人啊，你有感觉你讲这句话较超过无？台湾的官是算你上大啦，啊，咱林里为着要传宗接代去强娶一个民女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我定着对方感觉真荣幸嘞。你甲我掂去，只要懦夫还够一口气滴。绝对无用，阮天林在外口违规擅作，败坏我有家的门风。哼，都要择后啊，佮讲甚物门风？就算讲是择后，我也。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台湾总兵柯大人以及军中队长戴勇大人，请入来。是。皇兄，请下高路。说嘉兴龙太祖殿老师傅出京来国，还吩咐以及各地官员，找找太祖殿下的路，符合伊规矩。此事关系到本府的前途，天林的代志，就等以后再说。台湾总兵柯董，台湾管理同志就天拜见大人。谢大人，两位拢已经知影皇上所下令。本府听消息讲，太祖殿下会对孟家或者是洛江上话。那呢，以大人之见，咱即时快马加鞭赶往洛江。如果在洛江若是找无太祖殿下的下落者，咱即时往北到孟家、虎尾、吉人一带，一定要将太祖殿下找到，保护伊的安全。是。太祖殿下的安危事关重大，请你将天林看顾好些，不准伊搁再伫个外口挥挥散走。万一伊若是搁再犯错，我也无法袒护伊。阿娘，林儿，免惊，有阿娘伫个，阿娘保证，予你带妾入门。为着咱娘家传宗接代，我管他啥物太祖殿下。咱娘家子孙较重要啦，我即马在遐烦恼。哦，等下较紧呢，我哪说？下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啊，若是要娶恁娘，我你怎么骂人啊你？你跟你听无，你老话怕，我是讲恁娘就是恁亲娘啦。吼，你若是要娶你的亲娘，你就要求妈祖，也保庇你一路平安，事事拢无代志。这么灵啊！哎呦，迄灵界爬起真高啊嘞！我两日吼这大汉，我嘛是妈祖搞起大汉的，有灵性无？那我赶快拜一下。出来，贵人哦！我老师较大嘞，我的问题吼比较大点，我先拜。妈祖，两日话吼，过来给你拜。我给你祷告，我边仔这哦是一杯大锅蛋。你饲我遮久啊，麦当哦，放我食草，让我去外口等只脚手。阿哥，我就做，永远哦，袂去做真了。你阿保庇，保庇哦，遮买高代哦，唔去选你。阿哥，你阿甲明珠阿哥，讲我真介意。失败完吼，外哥。我叫做金明珠，请你保庇我那爹身体健康，吃饱哩。啊，来这位贵公子，多谢妈祖，你替我做主。妈祖娘娘，我因知母亲流落在台湾，所以特地赶来寻母，希望娘娘能帮助我顺利地找到我母亲，也让我能善尽人子之道。这位金姑娘是个善良的女孩，也期望娘娘能让她一辈子幸福快乐。
兄弟们，挂啦！干总爷，哟，你干掉啊！安怎？你不是来得？你来造船？他造船？赶出来啦！大阿妈已经出来。啊？大阿出来？哟，人嘞？人嘞？酒楼等人。行。哎，什么时阵出来？两两啊！啊，恁爸弟安尼一家吃苦，你踮外口安尼逍遥自在。哎，最近靠我搭路，你看，哦，穿到咧水澹澹啊！无影，长拄啊尾尔。你敢无将我这老三老大哥放我袂去一难处？哎呦，哪有可能将你放袂去哩啊？若毋是当年吼，你甲我提拔了，我早叫硬皮啊咧。你心我来，敢无安尼心？迄当然的啊！可是我老三的好兄弟，像当年你用台时阵，安尼我救你一命，救了价值。哎，两娘啊，最近我家干老的都打出家，有一人真重要，但是要叫你斗三家，是不是你有答应啊？哎呦，老大哥啊，你当作我两娘有啥物人啊？卖讲一件，就算十件吼，我都听你啦。嗯，叫什么？当然啦、啊，赞来。先饮一杯啊！来，等你再慢慢讲吼。好，我请。来。对，这对是阮观音刀，这够可能万两黄金。是啊，这是叶少芬家讲的，讲藏在状元街面砖卡内底。无可能来讲这秘密啦！是啊，这因为哦，伊的血压前几工互我压来，所以讲伊为着要讨伊的血压倒转去，无甲讲袂用哩。啊，对，应该甲你讲吼。对。哎呦，大，我巴肚疼。哎呀，我先来变数。哎，大，老廖的，伊想要选秀。大，我连妈祖庙就过船，我无爱去做真料，无爱做贼啦。所以这，啊，你起码是搞到有钱的公主笑呀。像阮兄弟报别个一手，大无啦，我哪有安尼想啦？我，哎，好啦，娘娘，你想要重新做人，我老三替你话，但是你是开设的专家，若无你这条钱阮提不出来，算我的啦，带领我过去救你一命分享，你最后去斗三更一摆，最后一摆。娘娘呀，做人唔得爱知影温情，知影低温报不。大兰兰大对你这好，你敢袂甘要讲安尼，甲斗三工一摆哦？好，阿唔过大，我问你做贼啦，唔好咧伤人，你阿带，你表弟会当伤害真多人。娘娘，我爱是钱，就抵袂伤人，这你放心。
创啥？来人啊！你们，你要想办法，你若不然，你就爱无性命。你喊我么鬼啦？你就是要，啊，你就是要我去。吓到你了！你刚才怎么会叫我郭素玉？你真的很像一个人。二两没跟你说过吗？你跟郭素玉长得真的像，而且你比她还要碎。我哪有像你说的那么美？郭素玉的遭遇实在很让人同情哦。我听二两提过，因为有你的帮忙而使她渡过难关。不要这么客气。自从我见了你之后，又在这里看见你带着小朋友上课的情形，让我有极深刻的印象。就不知道台湾的女孩子是不是都像你一样淳朴、善良和美丽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能交个朋友吗？公子，什么事看你一脸惊慌的？公子，二两昨晚杀人抢劫，这些大人准备今早升堂审问。我已经叫是叫了，尊官贵姓，请你抬。大爷啦，大爷，拜完喽，啊，完喽，我能力了，人太少给啊，我都不敢来，我恐是真的啦。娘子。明明有人亲眼看到你害人，你还敢话？无，但是无那是看唔到，真看唔到。大胆刁民啊！我若无用重刑，你唔招。来人啊，用刑！是。大胆！本官的心啊，你竟然敢来刁刁公堂？不敢，在下不敢骚扰公堂，在下只是想请教大人。二两犯下了杀人抢劫之罪，大人可有人证物证？哦，你就是想要来看本官是不是有依法办案？好，本官特别引准你在边啊关心，看本官如何来公正廉明依法办案。来人啊！用两柳的中法阿修工程。是。阿叔。葛公主，你今仔日闹个再大的婚礼，你嘛要想要救两娘？你怎么对二两的案件这么熟悉？你是不是在来以前就已经很清楚？你们想要用我头？这两娘的是死罪难得。两娘的虽然做过贼，但是一直对袂杀人。这既然会做贼，就一定会杀人。
大大老三敢了，连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强盗，组织这么大，昨暗又搁犯下杀人的大罪，连台两条的人命，哥是啥物人指使恁两个人杀人？大姐，我完了哦，阮弟来你啊哦，关到这艰苦，阮哪敢做这个代志啦？这完全哦，拢是两个主谋啦！你讲啥？这件代志，你们先别话，你走，你走后面讲。大大。阮官人无问你，你不准讲话。老三，你讲两女的是主谋，是安怎讲？大兄，两女讲这个朱元贵，伊的面子甲走，这个暗暝黄金，叫人甲斗手呢。啊，阮两个哦，好里好大就答应啦。你要袂讲，你要袂讲，你要袂讲。阮来，阮官人甲你讲话啊，阮官人无问你，你不准讲话。大人，此案被告你有说话的权利。好，老三。曾官贵是安怎比赛的？大人啊，啊就安尼啦。有一天三更半夜哦，啊，阮两个对两娘哦，侵入这个曾官贵的房间啦。啊，两娘哦，就再拍开这箱啊，啊，无小心来惊起了这个曾官贵咧。我中途我后退，啊吼，想不到国舅官兵官抓到啊。大人，这人是因两个杀，不是我杀啦。原来，根据林波头所讲，林波头赶去到现场的时阵。已经看到老三个干肉对曾元辉的房间走出来，这会当证明讲，因两个人所讲的就是事实。大人，就算二两他们抢劫杀人，也会秘密的进行。那林捕头怎么会那么快就得到了消息而赶到了现场呢？林捕头伊是住在曾元辉伊的隔壁，你一日听到一句惨叫声音的时候，就带着伊厝内面的手下，赶去到现场调查。所以，才会拄啊好去抓到这两个警官。大人，二两，他杀死的员外，有没有任何人证啊？那是曾元贵查某囝曾小金，来人啊！在啊！俺曾小金，进去。还曾小金。何公子，你即摆应该知影，地官大人伊是依法办案，而且阁有证据。曾小姐，昨晚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两女的杀害你的阿爹？是，小女子昨昏听到阮阿爹的叫声，起来走到阮阿爹的房间内底，拄好看到这么惨，还是我阿爹。曾小姐，这件刀是不是杀害恁阿爹的凶手？是。小路子看到这老贼，也一见到，还是我阿爹的。不是，这个我是拄仔陪看尔，你过来是我拄仔陪看尔，你还想怎样尔？两日，你是讲这个凶手是你对曾元贵媳妇的背下人？大人，虽然二人拔出了刀子，但是并不能代表拔出刀子的人就是杀人的人。况且，甘乐去找二人的时候。理有亲眼所见，这中间是否另有隐情，还请大人详查。嗯，好，阮哥问你，两娘的可有熟识老三甲干咯？认识。两娘的是不是查啦？是。老三甲干咯的都才对家奴多个，因为哪有可能会知影讲曾元贵的面床卡有黄金，是啊，不是？理论上是啊，好，曾小金看到两女的害死着曾元贵，老三么干落的已经在后庭被林波头抓起枪击，是，可见现在人情不正，全部证明两女的都是手脚杀人。这虽然表面上是，可是说什么是表面上是，明明就是铁井如山。请你仰头看本官头壳顶的这块牌匾，公正廉明。这回本官是依法办案，以证据审问犯人，已经做到公正廉明这四字，你还阁有甚么话讲？本案证据充分，两娘的主谋手脚杀人，罪不可赦。本官判你死刑。来，我。
分八十五日午时，站头示众。你还相信我无杀人？我无杀人啊！石头山甲甘露因两个陷害我，你还叫高大兄来救我？你一定要叫他来救我！我知，我相信。这样，我顶家头没有你。知道这是杨天林的阴谋，就是找不到他证据，这样子我们根本无法救出二良。不行，我去找谢知县。殿下，殿下，就算你现在去找那个谢知县，他也不会答应放了二良。我听姑家的命令。什么？殿下，你要把你身份告诉谢知县。现在除了这条路以外，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出二良呢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殿下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把你身份告诉谢知县。为什么？请殿下想想，现在知府大人不在府城，那杨天林和谢知县就是府城的霸王，无人能治。他们如果知道您就是太子殿下的话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杀您灭口。所以还请太子殿下多加忍耐。顾家身为太子，我就不相信他敢。殿下请息怒，卑职不愿意殿下献出身份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台湾是白羊教和明朝反贼的大本营，是我们大清皇朝的心腹大患。如果他知道您在台湾的话，殿下一定会遭到杀身之祸，所以请殿下多加克制自己。明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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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救两娘的，我不要无去救吴天林。万一查某囝不幸，人无倒转来，这阿爹人民艰苦，这是我甘愿行的路。我要怨恨另外一个人，不劳碌，明珠。绝对不能去找那个杨天林，快，快去把他追回来。明珠，实在是真难得啊！顶摆我用飞机去迎接你，你是甘愿死都拢唔肯。想袂到今仔日风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寒，你竟然家己光阴寒舍，实在是我感感激用。杨天林，我知两娘是厉害，我只想要问你，安怎你才肯帮两娘？明珠，你真正是找着人了。即马是只有我杨天林才会当救两娘的。你要先改掉，再肯放。想
袂到，因为两秒的，一定就肯答应我的条件。伊甲伊的感情，感情才这样深。伊就敢若参照我亲手，唔对，不用答应伊的条件，应该马上放两秒。哎，公主，这时间阁真长嘞，来，咱来饮酒。嗯，永珠，咱拢已经要做阿妈母啊，你是歹势啥？我袂可能让你安全出来，我袂答应你的条件。你已经来到我的房间来啊，这一切拢由不得你做主。我袂答应你的条件。哦哦哦，我答应。啊，来人啊！胡爷，是。你敢欺骗我？你若敢乱来，我来甲你夺过一针。我无骗你啊，我嘛是要放两秒，要唔过我嘛真多也有人提到危险。你要做啥？你这个大人好笑，无人唔知啊！我尤天明是一个真有地位的。你想要用献身之计来逼我放两秒的出格，我敢有可能要提防啊？丫头三只有心人，你这恶人怎么恶报？明珠，我不管你是相信也是不相信。是真心爱你，我嘛希望你会当心甘情愿的，所以我袂和你自杀，更加袂侮辱你的性命。哪里有放两秒的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做会到。不过，我阁有一件代志要未办煞，等我若一办煞，我就会放两秒。得过什么阴谋？稍等下你就知。院子没有守卫，情况不正常。不管龙潭虎穴，今天一定要把明珠救出来。走，殿下，走。明珠阁为遐真关心，也毋过伊特别做阮应该心，后摆你着咪阁替伊还你。你在胡说什么你？再不把人放，我绝对饶不过你这个罔顾君臣之礼、违法乱纪的顽固子弟。你私闯台湾几乎已经是犯法，搁卡讲啥物无顾君臣？爸，你叫啥是啥？讲话阁敢若亲像是万岁啊！你实在是无辜君王。该辱葬！杨天明，你敢再这样骂我们家公子，我会将你斩头示众！哎呦，你跟恁公主确实是天下间罕。领导公主讲话冒犯万岁啊！亚弟，开嘴合嘴拢是什么斩头示众？我先跟你讲，在这个台南府下，只有我跟阮阿爹。M 将人斩头论罪，来人啊！就是讲你自认地位真高，他甲真巧，你也是无法度夺取我这个办事方妙书的。杨天明，你富贵为台湾之母，你竟敢这么胡作非为，难道你不怕被人一状告到京城去，让皇上怪罪下来？
你们有负皇恩而醉饮酒足吗？我今麦就命人将你杀死，看看有啥物人会去惊吓控告阮啊！刘书雅，是，等住。先走，你想办法来救我，快点！公子，我，你快走，这是命令。走，张万宁，走。公子。终于给我绑了来！是。杨经理，你再不帮我，你就是毁了你们杨家的罪魁祸首。葛公子，你这摆人已经在我的手中，搁同你讲什么大声话？我这摆想要让你见一个人，将人带进来。做功名的债。